们现在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，看一下啊。然后这就是海，然后是很有名的那个什么阿克恶魔岛阿克查，对啊。然后这边你知道为什么很爱旧金山吗？因为可以吃螃蟹。我们刚刚这边就是螃蟹餐厅，然后对面这边布丁，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面包做面包的一个工厂嘛，这样，然后这是它的餐厅。我跟海鸥有一样的喜好，就是我们都很爱吃螃蟹。重点，重点是呢，他刚刚对这螃蟹两分钟以内全部拆开吃完，我觉得他超快的。我吃一只螃蟹，我要半个小时，因为他们嘴巴真的就是很快，很厉害哦。反正我觉得哇，看，是很厉害，他的肉直接这样拔出来，我的小嘴巴也可以这样子，就每天可以吃很多的螃蟹，都不用花太多时间。